よくこのラグで確認をしようとするな。絶対できないはずだけど。好像说会不会累格之类的。嗯。诶、okay?Fuck! Hey! 他最后一刻蹲下来，妈的！哎 ，OK， 运气不错。你俩不解摔的，我等一下一定摔死他。哎，他最后一刻要蹲下来啊！他的防守怎么那么强啊？漂亮。啊，我速点啊！哎呀，哎，没有插合到。漂亮。漂亮！哇啊啊啊啊啊啊！看这个好强哦！解摔的这个OK， 吓他一跳，吓他一跳。他这个真的是弄得很好。还 OK， 行。
他不太解摔的，也应该摔死他。哇，这个打不到。哎，哎，刚刚好。哎呀，我刚买场，他会连凹两次说。刚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是觉得他会连凹两次的。哎 ，OK， 啊，运气不错，运气不错。因为梅园的习惯其实也是 有时候喜欢 连续凹或连续摔，他有时候喜欢连续做一点事情，他大概就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反向心理战的上面，所以我刚刚本来想要防凹的，因为我以前也是看他影片长大的，哎，但是那个时候防守真好。我就是要骗他跳，结果他看我看他后跳之后，我就用一个 VS 他就直接前跳了，好猛哦！看他这，我觉得梅园真的很会逃角落啊！哎、欸，我没有 V 哦，他本来要 V 反他那个重角。哎 ，OK。延迟点。他的速摔真的是，他体感速摔都是弄得很好，而且起身有点。哎，我延迟康被他点掉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啊，这不应该花技的，可能不应该花技。哎！哎呀，确认的真好。然后在角落的时候，我可能不应该那么贪心啊，因为我其实是要退康的，但是我钱走太多了，我该，哎呀，应该要直接延迟康之类的就好了。他应该要跳了吧？啊，我的那个干，我按说。哎 ，OK， 行。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。看他有没有继续打。You win. 没有要继续打的话，就那个。It's go time.OK。
我是 Yoro，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帮我分享出去，并且在我的 IG 粉丝团还有 YouTube 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谢谢你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